本集由郭先鲜果提供。凌晨720。嗯。呜呼呼呼！哇靠！刚回来。你要去哪，先生？下去要下去下去要减速一下，减速一下，我要切我要切。这些年，会不会认识你？最后还能叫你一声兄弟。是谁闯红灯啊？煤气哦。干嘛？凤凰在里头进五千。小蛋姐，阿贝，阿贝出事了。哇吼！喂干现在24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靠！对啊，谁？急停！他直接一个很猥琐啊！哎，怎么有一个网？因为有个网追上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被变掉，是啊，被变掉，他不知道干嘛减速呢？你家被变掉，先生。这个就装死了，等下就在里面被掉。哎，朝我前面，不要撞他，干！哇！天啊，先生，你撞谁？干嘛撞他的啦？哦，前面又来，那个人又撞。前面定点了，那个妈乱带，往那个奥什么东西去了？在乱带啊！奥斯纳布鲁克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你说。那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希望你也喜欢，以及订阅开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在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